F117 隐形飞机，号称高科技神话，永远不可能被击落。结果折在了老掉牙的萨姆三手里。所以别瞧不起老同志，咱们当了半辈子警察了，得有个样。我是想跟您三位学东西，真东西。金针警察呀，每天面临的可能不是生死危机，面对的可能不是亡命之徒，而且是更危险的、没有硝烟的战场。警察行动永远要有警察的气势，丢了气势，命就悬了。